李灿森、詹浩辰和姜文杰这日为电影《大导演》录制主题曲，他们第一次一起录音就已经默契十足了。刚才试了一次，暂时都感觉都挺良好的。我就感觉到那种协调性呢，是非常之不用排都已经达到那种很专业的水准的。是啊，因为呢老老实实呢，我们在排戏嘅拍戏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喺度胡 jam 噶啦，有啊，冇错啦，即系我哋已经傻傻地咁样进入咗一种好兴奋咁样唱呢一首歌嘅状态噶。所以今日嘅开声系由泰国开始进，冇错啦，开咗翻嚟，系啊，开始用啊 ，Jim Sir 好叻教咗我哋啦，我系练咗好耐都系。系唔得嘅，系啊，咁我觉得我哋阵间录嘅时候咧，一定系会系好，会继续努力嘅。话说呢部系李灿森首次监制嘅贺岁片，大家都对呢位监制赞口不绝。好啊，呢个监制系啊，对演员又好啊，我哋三餐咧全部系好够同埋好丰富嘅，系啊，咁样咧就由拜神嘅第一日开始咧，哇，我成个部飞嚟晒。咁又有介紹咗我哋食泰國嘅朝頭早嗰啲早餐，即係呢個文化上邊嗰種充實個感覺非常之好嘅。到夜晚黑超時啦，拍到咧唔知即係夜晚黑凌晨之幾多點嘅時候咧，個個都好辛苦啊！但係咧仍然係有嘢食㗎，佢又除咗 keep eating 咧 ，keep rolling 咧都係 keep eating 啊！咁樣咧就令到我哋啲演員咧就會，就算幾辛苦，都係好感謝我哋嘅監製嘅。當然，因為我哋外景多啦，基本大部分都係外景，同埋你都知出外景去洗手間係好棘手嘅。係啊，係啊，所以我咧安排咗一個好五星級嘅流動廁所車，有音樂、有冷氣，同埋有香氛嘅。我覺得簡直係 amazing。另外，詹 Sir 就透露自己拍摄的时候整亲条腰，仲被大家鼓励出翻本书，叫做《演员的自我修皮》添啊！因为呢个戏是喜剧嚟噶嘛，咁咧就导演咧就俾咗啲提示我哋应该点样去做。咁但系作为演员咧，梗系希望可以每一次可以有啲 surprise 俾即系导演啊或者其他嘅同事，即系一起拍的时候，咁啊，系啊，咁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翻滚的动作，唔系好特别嘅啫，即系细路仔喺地下咁样滚一滚，碌下泥沙咁啊，旋转出嚟，系啦，点知一就一滚嗰下，一上嚟嘅时候，我就同自己讲，即系叻嘅啫，咁样，咁就扭伸咗条腰啦，就系拍摄嘅第一个镜头啦，系啦，咁样。自己搞掂咗噶啦，我哋呢啲都身經百戰啊嘛，演員的自我收皮，係啊，係啊，係啊，喺個過程裏邊咧，佢哋好鼓勵我，希望我可以快啲寫一本嘅戲劇，關於戲劇嘅書，叫做《演員的自我收皮》嘅，好真嘅其實，寫實嘅，係啊，真人真事。